肉蜕变成长之作，而小美团养成节目林格时代 DD52 总决赛，粉红美华带来粉红炸弹，再度用整齐的舞蹈与青春活力让人刮目相看。红炸弹，冰棒冰棒粉红炸弹，哇塞，好棒啊，宝贝们，够炸，哇塞，太感动了，对不对？舍不得这个舞台了。我跟你讲，这年纪最可贵的就是不矜，你们想哭就要哭出来。第三段的时候，我们又突然转身停住那个地方，然后我那时候就看到潘玮柏老师就已经在拍手了，然后跳到最后看到三位老师都站起来，我就天哪，那种感觉跟第一次跳秘密的时候感觉是一样，就是不后悔吧。表演一结束就忍不住情绪落下泪来，粉红美华在节目中的最后一首歌连导师们都起立鼓掌。你就哭吧。没有，我今天这个心情是有点像在嫁女儿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说104个都是我的女儿，然后今天要出道了，然后新郎就是观众，我要把他们介绍给观众。我觉得你们今天表现得太棒，我感受到你们那个不服输的精神。他真的好爱你们哦。其实我刚刚也有一直起鸡皮疙瘩，然后就觉得哇，好厉害哦，好看哦。我觉得很好看，很好听。因为我之前听他们的作品比较可爱，可爱一点，对不对？可爱一点。因为我听到很多女生一起喊口号的时候就会很开心。会吗？你们会吗？会啊会啊，就你就很有精神，乒乓乒乓，就很有精神，对，然后就觉得哇很幸福。我要讲三次，超屌超屌超屌。他给我的感觉是我不断在我一直在往后，非常的侵略性，非常的有舞台魅力，然后是真的能抓住每一个人的这个视觉，我还是很肤浅，超屌，超屌，超屌。他们年纪最小，但是抗压性最高，这么小就知道向心力的重要。粉红梅花一点也不粉红不软、yes. 你们是非常 tough， 你们非常有力量，非常有 power， 你们非常的屌。今天这个字非常适合用在你们身上，你们真的很棒。对，粉红炸弹，乒乓乒乓。还在平方平方平方。